嗨，大家晚上好，我是喵喵，欢迎大家来到喵，不是993，看舞蹈就来993，全网既专业又颜值的舞蹈频道，我是本档的接档主播五喵，咋都是这个风啊？咋办呀？当你改变不了这个是现实的时候，你就接受它吧，谢谢。然后那个兄弟们可以点一下左上方五星五星嗨翻天的预约，好吧？然后接下来给大家跳第一支舞。一个欢快的古典舞，记得点赞思密达，各位小哥哥，谢谢。扣六六，兄弟们，咱们再把关注点一点呗，好不好？点点关注啊，然后以后还会有跳热舞的时候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古典舞也是蛮好看的啊，大家点一下关注，可以吗？
再点点，咱们再把这个关注往上点一点，不点，不点拉倒，啊！惯着你不要不要的。感谢大家兄弟啊，谢谢谢谢，非常感谢啊！然后喜欢主播的话，咱们点一下麦上的主播啊，我就直接点关注就可以了，点一下关注啊！然后咱们把那个与时俱进，时代在进步啊，这个大家都在倡导绿色，咱们也绿色一把，咱们现在就在跟着时代的脚步。好了，给你们跳一个水袖舞，也是古典舞的一种啊。点关注啊！手还是有点的，真的，你们不能这样说我。我叫的，叫的，咋了？啊？我不懂。刚才有一个小哥哥说什么？他这样，男朋友哪能受得了？真的。所以至今没有男朋友，孤身一人，孤家寡人。我正在考虑要不要找一个。女朋友，其实我线下很温柔的，真的，我其实还好，我不是那种女汉子，我就是为了自我保护，你知道吗？为了保护自己，所以我才变得这么的凶悍。实际上，就是你知道吧，我很温柔。我给你们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，如果就是路上见，你们看那个小狗，越小的越弱的，它越是喊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它越小的越弱的，它越喊，汪汪汪的叫。其实它不是凶，它是害怕。这个巨臂各位啊，哎呀，此言差矣啊！你不能这样讲话哈，你这样讲话其实对谁都不好，真的。文明点，好不好？能不能是我女朋友？嗯，
谢一下啊，来兄弟们，咱们把关注再点一点。其实真的，其实我这个人还是很温柔的，只不过是有的时候没有办法，你为了这个自我保护嘛，遇强则强，遇弱则弱。你要比我强，我比你还很强，真的。你要比我狠，我比你更狠，你试试。来，你放句狠话，你试试。我错了，你别放狠话，我受不了，回去我就得哭半天。第一次来九九三轮麦，回去先哭半天鼻子，就因为公屏上打的字看不了。嗯，好了，接下来再给大家跳另外一个啊。我怎么今天跳了这么多呢？卷珠帘听过吗？不不不，这个你太温柔了，其实吃不开。情深长，谁在？我告诉你，我倒立能在这儿一个小时。情深长，倒立。镌刻好每朝每间心上，花间透过思量，沾染了五墨色彩，千家文都泛黄，也请你窗纱微微亮。拂袖起舞于梦中徘徊，相思门上心扉，他眷恋梨花泪，镜花红妆等谁归，空留一人徐徐憔悴。情深长。